以为孕妇的郑嘉颖呢日就出席活动，嘉颖自爆做了爸爸之后，不单止广告收入多了，不少广告商都邀请嘉颖和仔仔郑成月父子档一起拍广告添啊。其实仔咧，我就暂时不想住啦，真系太 commercial 啦。咁虽然佢系真系好可爱嘅，咁但系可能就系啦，要带埋个仔嘅就应该唔会啦。咁就尽量都系我同阿 Grace 可能会多啲啦。提到啱啱为仔仔举办的百日宴，就邀请了不少亲友出席，当中还包括就嚟生第二胎的好拍档胡杏儿添。咁其实都是想大家请啲圈内或者圈外的朋友嚟啦，通常都是有小朋友嘅，咁就有些比较大啲啦，好像阿黎耀祥的仔就比较大啲嘅，廿一岁啦。咁但系细嗰啲都是手抱啊，都有啊，走嚟走去又有，咁就好热闹嘅。咁呢啲类型的活动，即小弟都冇乜點參加過，所以都好新穎，係好有生氣活力嘅一個party嚟嘅。